九十两分，四，完了，他真的慌掉了，真的慌了。Oh my god！ 孙廷君竟然18颗球，一球都没投进，蛮出乎意料之外的。的第一点，吴尊准备要来踢球了。准备，吴尊刚刚那球踢的也蛮好的哦。吴尊的起球。蓝队先来个下马威了，你说谁先踢谁后踢哦，其实是公平的啦。跟大家说，其实孙廷君呢，他的投篮到底说非常的准。罗拜，罗拜，可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慢啊！没问题。顺，加油！今天好像没有抓到手感呐。孙廷君在左边是处处角都没有进，现在弧顶的三分球。也还没进，都一些状况。对，那这个比赛这样子是算一分的啦，哈，只有我们的冠称叫做三分球。哇，其实孙廷君呢，在之会很慌哦。对，孙廷君其实在之前的合球比赛，他是 PK 战投进了制胜的一球。哇，怎么了今天？就是手会累，所以要用脚力。十秒，哇，要来拼的是七六，一球是2分，四，哇，太累了，他真的慌掉了，有了，真的慌了，真的慌了，真的慌了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孙廷君竟然18颗球，一球都没投进，蛮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对，完蛋，完蛋。我在这里呢，首先要跟红队，还有所有喜欢红队的人道歉，跟大家道歉一下啊！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连18颗球一球都没有进？我自己觉得也很荒谬。